叫女孩子。爱食羊吗？没。嗯，哎，就我要玩这个玩的，认不认？炸一排的，还有蛋蛋。那边加盐巴就好了，在炸糊里面加盐巴。哦，要用蛋一个给他马杀鸡哦。对。这样都知道了。哇哟！很烫，很烫，很烫！等一下再吃，好吃吗？因为我看到你冰箱有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你是在自己腌酸鸭青哦？嘿嘿，你哪里看到？冰箱啊！你看，是腌酸鸭青啊？可以，我好吃啊！你什么东西都好吃。我挺好孝顺的耶。阿公，你装一盘要干嘛？要给阿妈吃。然后要给我阿妈吃哦。果然是要给阿妈吃的。出一斤哦，一斤以上。那个很小，嗯，对吧？这个都在下坡，今天我们在有鸡，规只我在那个跨出去，那小公鸡哦，那个头最大，我前面最斜角，斜的很多，再开始，哎，两回他头最老的，两下敢不会讲究还养很细的程度。阿嬷其实已经走快30年了，即便情深缘浅，阿公也不曾忘记过他喜欢的食物。他喜欢的歌，还有他，难以想象被留下的阿公是怎么度过这些岁月。我想这就是爱情的模样吧。